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本栏目由飞利浦空调独家冠名播出。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回望过去的75年，是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光辉历程，也是人民空军磨砺空中利器、奋进空天的奋斗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人民空军75年来的拼搏与跨越。1951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航空兵第8师第22团的9架苏制图-2轻型轰炸机，在数十架歼击机支援掩护下，以突然猛烈的空袭，对大和岛进行了轰炸，一举摧毁岛上敌情报指挥所，炸死敌少将指挥官等60余人。此次轰炸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次使用轰炸机部队作战，取得了出战零战损、全摧毁的战绩。各机组注意，航向校正。1951年11月30日，空8师9架图-2轰炸机再度升空，执行第3次轰炸大和岛任务。进入战区，做投弹准备。已打开飞机开关和升降舱门，做好投弹准备。飞行员中年纪最大的24岁，最小的18岁。当天下午15时12分，志愿军空军编队刚刚进入海面空域，美军30多架 F-86 喷气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一场历时约9分钟的空战开始了。保持队形，坚决回击，勇敢前进。你赶紧调走啊！我不能丢下你们，快救啊！海军要给我们活下去，保存实力，坚决战斗。苏队长，作为人民空军装备的第一代轰炸机，图-2载弹量较小，但是速度快，可搭载4名机组成员。受到攻击时，只有飞行员的一门炮和射击员的机关枪可以还击。此时，我方编队中除了图-2轰炸机外，只有苏联研制的拉-11型活塞式歼击机。面对 F-86，难以对轰炸机编队进行有效掩护。当时，敌机企图冲散我轰炸机编队，我军机一面猛烈还击，一面紧缩队形，顽强地向大和岛方向前进。保持队形，继续前进。报告队长，一中队又了结4名队员，3人牺牲。我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第5编机组，抓紧跳伞。报告队长，我已无法继续跟随编队，希望你们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前进。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时，21岁的B-5兵加入空8师还不到4个月，就在接近大和岛上空时，B-5兵驾驶的飞机突然爆炸起火，空中指挥员命令紧急跳伞，但B-5兵坚决不肯。他驾驶着剧烈摇晃的飞机，坚持到最后一刻投下炸弹，
与飞机一起冲向大和岛，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1岁。轰炸过后，志愿军第50军登岛成功，一举拿下大小和岛。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唯一一次陆空联合作战，也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战。攻岛作战基本肃清朝鲜西海岸沿海岛屿的敌方情报基地，巩固了后方安全，有力配合了停战谈判。130，瓦建目标，保证保持吧。我是中国空军，你们的行为严重威胁我们的安全，这向你提出严重警告。如今，当年的英雄部队早已壮大。装备被誉为战神的国产轰6K 型远程轰炸机，相对于之前装备的机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可携带空射巡航导弹、空射弹道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星雀制导炸弹等各类现代化弹药。轰 6K 还是我国首款采用涡轮风扇发动机的轰炸机，飞得更远，载弹量更大，使人民空军初步具备了信息化条件下的远程打击能力及全疆域覆盖能力。某次演训中，空军出动轰炸机、歼击机等多型战机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任务轰 6K 战机将飞出第一岛链1000余千米。一小时后，双机编队来到巴士海峡口。就在此时，指挥所传来通报，前方有2架外机正在逼近。紧张，紧张之余呢，很快就冷静下来。他抵近我们之后，向我们亮肚皮，展示他的导弹，有点像攻击位。他相当于2个人，然后一个人拿着枪，可以说是扳机，我随时上膛，然后可以激发。我是中国空军，正在例行训练，不要干扰我方行动，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我的飞机代表国家，国家的尊严不容有失。面对外机的层层阻挠，机组航向不变，高度不改，按时抵达目标空域，完成所有预定训练课目。当天他们首次飞出第一岛链1000余千米，创造了当时空军前出距离最远的多项纪录。大家都非常兴奋，仗剑配合，首先这把剑是铸成的。从一开始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到如今远海远洋训练实现常态化、体系化、实战化，国产轰炸机始终奋飞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第一线。2015年，空军一级战斗英雄曾在朝鲜战场驾驶战机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的刘玉堤老人，在临终之际颤动着手，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写下大大发展轰炸机7个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未停止自主研发先进航空装备。这些蓝天利剑从绘图板走向战场的过程中，都少不了试飞员拼搏的身影。准备发射，明白。警告，左发超温。不对，发动机异常，注意检查。左发失火。灭火失败。火发喷烟后，产震起火，灭火失败。高度8000，表速400，离本甲65公里。警告，诱发超温。警告，诱发超温。诱发升慢车，出动。诱发失火。双方停车。
慢点发动机。东莞三，按特情处置，做好跳伞准备。我不叫，要叫一起叫。你还没给我扎小辫子呢，保护数据，这是命令。要叫一起叫。好，一起叫。知道。就位。准备。三、二、一，叫。告诉我的家人和兄弟们，我爱你们，我已无法反抗，你们继续努力。爸，妈，儿子我。据统计，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至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各类险情不计其数。而伴随着战机和武器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装备的系统越来越复杂，试飞员需要参与的试验数量也越来越多。八一勋章获得者李中华，曾参与过26款机型的试飞任务。历经多次生死考验，飞机离地面还有1米的时候，飞机突然间失控了，15000米，氧气系统没有了。歼八三的试飞的时候，两台发动机停车，我都能够看到黄河的那个浪花，清清楚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当天。李中华结束国外训练回到祖国，此次训练是专门为了试飞我国当时研发的最新锐歼击机歼10。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天，李中华迎来了他和歼10的重要时刻。当时飞完之后就觉得，哎，这才是我们期望的飞机，这才是能够让飞行员喜欢的，能够在作战过程中能够应用自如的这么一种优异的战斗机。2003年11月16日，西北大漠，这架凝聚着航空人几十年心血的歼10歼击机已经进行了2000多个试飞客目。最后一次低空大表速试飞关系着歼10能否定型量产，顺利成为首位祖国蓝天的高性能
多用途，全天候主力歼击机。低空大表速也被称为死亡特务，而这一次关乎成败的是非任务落在了42岁的李中华身上。很多领导和首长过来了，握握手，拍拍肩膀，不说话，走到飞机边上，也看到机械师在默默地给我准备我的飞行装具。我的飞行装具就是降落伞，给我进行连接好，然后呢帮我进行穿戴整齐。平时那种有些时候飞一些常规科目进行交流交流啊，说几句这个比较轻松的话呀，他们也都没有，不说话了。低空大表速试飞，李中华需要保持每小时1450千米速度上连续飞行20秒。这是李中华与死神掰手腕的20秒，飞机速度不能慢下来，否则拿不到试验数据。如果超过了每小时1450千米，飞机很有可能会突破震颤区，凌空解体。因为我是专场飞行，没有空中第二架飞机，那么塔台也不跟我讲话，怕影响我的精力，耳机里边也是鸦雀无声的，非常的静。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刻，静的你就感觉有些都似乎能够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飞机很快达到每小时1450千米，李中华开始加入震荡器，看飞机能否经得住考验。那么当我加上这个震动扰动之后，这个飞机就开始左右啊，这个起伏的这么晃动，没有规律的晃动，整个这个过程是20秒钟。这20秒钟可以说是特别煎熬的，不知道下一秒钟会有什么情况出来。外界方圆10千米的建筑物玻璃都被飞机的强大震荡波击碎，这20秒几乎成为李中华生命中最长的20秒。时间观念对于我那个时候没有感觉，觉得20秒比平时长得多。当最后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一关闯过去了。李中华创造了歼十飞机最大飞行表速度、最大动声线等6项国内纪录，探索出宝贵数据，提出了10多项改进意见，冒着生命危险为空军飞行员部队书写了一份歼十使用说明书。2004年歼十定型，很快实现量产。作为一个试飞员，你的追求是什么？我就是想飞好飞机，就是想给我们国家的这个装备上要做出一些贡献，这是需要你的时候，责无旁贷，没有什么退路可选。风雨超过考试限度，是不是？考吧。好。1951年，我国开始招收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从事运输机驾驶、领航、通信、试飞等工作，先后出色完成了军事演习、战备运输、抢险救灾、人工增雨、航空探测、科研飞行等任务。
东江，东江，三八还是没有发现目标。东江，东江，三九没有发现目标。四栋看不见目标。下降五十米，注意发动机工作。明白。辩论馆请起飞。辩论馆准备好，可以起飞。伴随时代发展与国家进步，蓝天上的铿锵玫瑰正不断淬火绽放。三个三，报错。可以，华珠，检查好啊。金飞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员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是空军实战化训练品牌之一，也是每一名空军飞行员向往的至高荣誉。这次靶区设置在了陌生海域，海上气象复杂多变，目标飘忽不定，射击的难度系数比以往更高。就像散落在水里的筷子皮一样，它会飘，有的时候就飘没有了。温度要调高一点啊。好的。有点水汽哈。对。刚一升空，遮天蔽日的积云就给高普雨机组出了一个大难题，这意味着搜索和射击目标的难度骤增。目前没有干扰是吧？平板也好的哈。没有。好的。你们那点中心点啊。好的。云层对视线影响很大，高普雨机组既要掌握与掌机之间的距离，还要考虑飞机和海面之间的距离。如果出现一点偏差，不仅会被淘汰，还有可能出现坠海险情。高普雨和陆磊顶着压力默契配合，终于穿过了云层。刚过云层，实弹打靶区域就出现了，留给高普雨射击的时间开始倒计时。我说瞄到中心，我必须瞄到中心。我从中心想往后瞄三米，我就必须把那个三米精确到。可以攻击。明白。虽然精准命中目标可按照金飞镖考核的规定，接下来退出的操作一旦有失误，就会前功尽弃。我就要着陆呢，能在就规定的高度退出啊，主要是不能低于这个最低退出高度啊，因为考核的话，低了那个就没有分了，整个架子就零分了嘛，所以这个要求还挺严的。最终高普雨和后舱飞行员陆磊克服积云的影响，
取得歼轰机组单架次火箭弹命中率最高、激光弹净差最小的优异成绩，雷霆玫瑰在梦想的云端淬火绽放。我之前看过网上书边卫视啊，评论区里面就会有你替我守护家乡，你的家乡我替你守护，所以我们守护的是同一个中国。